是观光列车长的111年，2月3号，台北捷运松山新店线南京复兴站，时间是6分，准备的是出开往松山的高站熊刚刚的时间哦，有737型至3系列314、313编组。开启车门，这个松山，像松山的高亮系统，刚刚我是觉得在南京湖南岭上。准备关闭车门了，好，关闭车门。时间是7分，出发就是开往松山。311次哦，好，就这样，拜拜。在南京复兴站时间。好了，欢迎到文湖线了，就这样，拜拜。今天拍摄就到此为止喽，再见喽。那今天放太低，没拍什么。好了，再见。